然后我们看一下分量里面一共就做了哪些升级。这个我就不念了，你自己看一下，等一下演示一下。我们这里玛雅2020的演示。所有的操作方法都是一样的，我这里只演示 For UI 的版本。注意啊，有些人他更新了这个插件，但是他的模板还是老版本的。那么新版本的插件打开老版本的那个模板的时候，它的 DNA 文件就丢失了，是不能用的。如果你用了新版本的这个插件，那么你就要去下载对应的这个7.0版本的这个模板。这里这样，这里的模板无论是 UE 4还是 UE 5，它都是通用的。这个窗口不要关掉，可以最小化。注意，它生成的 DNA 文件会在我们这个文件的同一目录下建一个 data 文件夹。你看一下，这是它的新的 DNA 文件。我这里为了加快速度，我在这里用拷贝前端的方式。然后具体这里怎么用的话，你就看之前的教程。这个地方是自动修复。这里需要一些时间，我就点这个暂停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手动修正。有用户反馈这个手动修正的结果，在设置完之后，跟自己手动修正效果不一样。我们在这个3.0版本做了这个修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动修正。你要注意，在点击这里的所有命令的时候，像这个窗口是不能被关闭的。如果你关闭了，点击它会有些报错，它找不到这个窗口。可以最小化。
好，我们这里修一下它的这个闭眼，看这个闭左眼。我这里就随便修，然后主要是演示啊这个之前那个错误。行，把这里刷平一点，然后呢，这里我给它做一下这个错误。现在我把这一个点给它拉下来，好，然后等一下我们看看我们修完试做完之后是不是这样的。这里呢是要复制一个。等一下，做对比，我们再修改一个张嘴吧。这里也做一些标识，好，这也复制一下。用这个点击这个设置，好，我们来验证一下，这个是闭左眼。我们调一下这个闭左眼。看，这个是我们修改的，然后。这个是我们模型上最终的表现，看下这个是完全重合在一起，就是没有这上一个版本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那这个版本3.0版本就没有偏差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张嘴。这是最终的表现效果，你看这里是被我修改过的，看一下，这完全可以对上的。看到从这里侧面看，就是它没有任何的这种偏差。好，然后这个五是处理衣服的，然后6和7是1.0版本的功能，这里可以操作。想了解的话，就看1.0的教程。然后这个导出，如果你用1.0的话，这个八导出是通用的，1.0也是通过这个导出。然后导出我们想要导出的模型，放到这里，然后分解加到这里来，然后导出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我刚刚把他的眼镜这个闭眼跟张嘴的效果给他修的是错误的，所以我要退回去打开一个。正常的文件，再去导出，你导出完之后就会得到头部和身体的 RGB 文件。这里的话我们继续，记得点击这个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眼瞳，眼瞳的放大和缩小存在问题，然后这里做了修正，我们看一下。把这个隐藏开。
这里的远通啊，就没有问题了。好，我们继续看下一个。这是放玛雅的，它转成戒指之后，它的右眼的控制器的控制方向是反的。看一下，能把它转成这个 BS。那么这里切换它的控制，注意看它眼球的这个方向，现在是一致的，原来是，一个向内，一个向外。我们重新打开我们的文件。那我们直接把它导出。一般这个睫毛不用打，点导出，结果它生成的文件在这里，这里得到了三个文件，身体的 VS、头的 VS 和 DNA 文件，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优异的功能。你可以使用你自己的优宇工程文件来制作这个，自场导入。它的前提是，你不要改变。通过这个工具取得的原始自场的路径和文件名称。第二，要打开的头部自场，把它的这个导入设置变换，导入旋转，然后它的第一个数值90度改成0度，保存自场之后。再使用工具，我们看一下。我们用悠悠我来演示。这个是优异五，然后它得到了这个 Meta Human 这个资产，这里的所有的文件结构什么都不要去变它，然后接下来操作你要按照这个视频一步一步的来。首先，你需要找到它这个头部的资产，打开它，然后找到它的这个。导入设置，把这里改成零，保存文件，这个就可以关掉了。然后启动工具，找到它的身体，找到它的头。接下来这个要关掉，然后去找我们的那个
共计导出去了，导出了三个文件。身体的，头的，然后 DNA，记得这个文件要关掉。啊，目前，这个 UE 它只有这个主窗口，不要打开其他的任何一个窗口。然后点击这个导入设置。然后它自己导入之后就完成了。好，现在就已经完成了。我们打开看一下，这里 IOD 这里改成零。然后这个头发，你需要重新去导入它。我这里先把它给取消。然后这个衣服。这里，它是因为它的这个头部的材质，把它的脖子往里面做了这个收缩。这里需要去修改一下。找到它的材质球。找到它这个节点，就这一块，然后把它给它断开，保存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这样就得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支撑。